怎么喘这么严？是不是又跑出去玩了？对，我是跟别人玩了一会儿，但是我也终于知道该怎么解封毒了。现在得赶紧严一下这个解封，要不然没时间了。你真的找到制作解药的方法了？对啊，过来帮忙。走。把手给他按住。痒。怎么样了？啊，好。 研究出新药了，治好这病人快不行了，来试药。痒都不行，别动！哎，慢着，慢着！你之前弄的药草差点害死人，现在又弄了药丸，万一把人治死怎么办？老爷，这兽医要用人做实验，这如果出了事，这咱医馆的招牌就全砸了呀！就是，也是啊，兽医，要不我们先用动物做实验吧，然后看看药效再说。我自己吃了一颗，没什么事儿，救人要紧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哎。 怎么样？我好像好一些了。 胳膊上的红点没了，太神奇了！兽医，你的药起作用了。那个，你这药丸什么配方？你给我，我去找人多做一些。不急，云长。 这些药丸只能缓解蜂毒发作，还需要再改进一下才行。这药只能暂时缓解蜂毒，我还得再改进一下。那个穆医生，想不到您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医术，佩服佩服。您刚才不是还骂我来着吗？刚才是我不好。 什么事儿呢？大事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外面来了个怪人，说是穆大夫的师傅，非要进来。你师傅？坏了，你就说我不在这儿，帮我拦着他。嗯，好。云长，我先走了。去哪儿啊，徒弟？连师傅都不认了？<笑>哎呀，师傅。<笑> 你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呢？好去接你！你就是星辰的师傅啊！你好，叶云长。就是你把他勾引到这儿来的吧？勾引？你说我勾引他？师傅，哎，你话不能乱说呀！你别诬陷我，师傅，我口碑一直都是很好的。行了，行了。我怎么闻到解铃草的味道啊？
啊，是徒儿制成了解毒丸给病人们吃了。原来套我的话，是为了给他们治病啊！哎呀，师傅，这徒儿不是实在无奈吗？手里草药不够了，师傅要不再给点呗？想要解灵草呢，就跟我回去。 哎，我说你这个老太太也太小气了啊！是不是搞这个药是拿来救人的？你要是要钱，你开口开个价，我都给你。不懂事儿，别说。你真以为这个草药能救得了他们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被七色胡蜂咬过的人，最多活不过一个月。肯定是有别人把七色胡蜂偷了出来。 然后私自进行培养，变成了三色胡蜂。徒儿也在调查此事。你们放开我！让我去死！你没事吧？放开！别闹了！让我去死！冷静点！我去死！你们为什么救我？ 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他怎么了？他和那人私奔，怀孕后就被抛弃了。回到娘家，娘家人嫌他败坏门风，就把他赶了出来。他就跑到森林里去寻死。这种薄情寡义的男人，分开了不是更好？何必寻死？我忘不了他，他把我害成这样，我还怎么活？让我来帮你吧。 在这儿啊！回家去吧。云长，刚才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吃饭去吧。哦，多吃点啊。 你怎么不受王幽花的影响呢？难道是我吃过圣果的缘故？什么花？星辰，跟我走。师傅，您就不想知道七色胡蜂是谁偷的？他可是我们的族人，也有可能有什么大阴谋。对啊，这样就太好了。 衣食住行，我全都包了。如果你能给病人看看病，那就更好了。这样也好，我倒是想看看你们是怎么给其他人治病的。放松。老爷，你看郑婷变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办呢？再去请医生。我想起了叶云长，他以前也中过蜂毒，要不去他家问问。 行，我这就去叶秋实家。齐飞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你去把藤原斋教授请来，让他给振天看看，或许他有什么好办法。好，别告。振天，医生马上就来啊！别动。老爷，乔厅长来了。好，快请。是。 叶兄，乔厅长今天这么闲，过来坐下喝杯茶。叶兄，茶就不喝了。
父亲让我们来给乔振天治病，你师父跟来干嘛？那他想干什么，我也管不了他，就让他来见见世面吧。走了。这药真好喝，还有吗？不能多喝，一天最多只能喝半瓶。那好，你先休息。慢走，这边请。云长，看起来你气色不错啊，不像是风毒发作的样子。我刚刚喝过日本的特效药，已经好差不多了。是刚才那个人给你吃的吗？是，他是从日本来的藤原斋大夫。不可能，这种毒没有人能治得了。他是怎么给你治的？我也不清楚。老爷，你又打算留下这手艺了？他这个人精通岐黄之术，要是能替我的药厂研制新药，不是更好吗？他可是个人才。哦，也是啊。多谢藤原先生，我儿子喝了你的药，病好多了。您客气了，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。藤原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点差钱，听乔厅长笑纳。现在云海市缺医少药，药材就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。在下正好有一批从大英帝国运来的西药，但是缺少批文，下不了船。如果乔厅长你有办法，我们一起发财。就是这种药，这也是治病救人的好事。这个就是能治好我病的药啊。现在城里这么多病人，有了这个，不但能救人，我们还能大赚一笔。可是，我爹他不管批文，怎么帮你啊？相信没有乔家办不了的事，一切就拜托了，告辞。慢走，不送。爹，这走私药的批文不好弄啊，要不然我来接手，我们自己卖。你这样永远干不成大事，做事有规矩才能长久。那怎么办啊？主管批文的是上官清市长，你不是和他的儿子上官文轩是好朋友吗？哎，他那个人啊，既不贪财也不好色，不好下手啊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只要找到上官文轩的弱点，即便是上官清怪罪下来，也是他儿子盯着。先生请慢用。哟，上官少爷。问你，楚天瑶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开医馆。开医馆是不是需要这个？你什么意思？钱我有的是，最近有一笔生意，大生意，看你有没有兴趣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以后有钱大家一起赚啊。
甘露消毒，扣藿香，茵陈滑石，木通昌，秦窍贝母，射甘薄，湿热食益，是主方。解毒丸的药方，用这个药方打底，解灵草才不会伤人。多谢师父指点。云长，用我师父刚才说的药方，加上解灵草，就能做成解毒丸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就能克制毒狐蜂了。先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你们这里的狐蜂毒性太强，如果不坚持服药的话，一定会前功尽弃。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这种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这个可是价值连城的水晶矿，要是能开采的话，会有很大一笔财政收入。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呢？陈参事，今以后，水晶矿的事永远在你的记忆中消失。这段时间你太辛苦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谢谢师长。帮我去送个药吧。
这个送到赵家，每次两日煎服。好的。阿瑶，文轩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还有这个送到叶老爷家。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你等会儿啊，我现在正忙着呢。这个送到叶夫人家，记住啊，别送错了。放心吧。哎，阿瑶，这件事我除了能跟你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说吧。这人太多了，咱们换个地方说吧。啊？文轩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会小情人啊。你别乱说话。哎，阿瑶。哎，我是特意来找你，有事儿跟你商量。什么事情？哎，慢走。里面说。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可以呀、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算正式入股了。等特效药赚钱了，再给你分红。万一要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谁敢查呀？放心吧。什么呀？这个是云海帮的人强行让咱购买的药，不买就打人，还砸招牌，咱就买点，图个平安。这么霸道，你怎么不报警啊？警察局的乔振天是幕后主使，报警有用吗？那你先拿进去吧。好。可以呀、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算正式入股了。等特效药赚钱了，再给你分红。哎呀，想什么呢？我要去找一趟文轩，想你文轩弟弟啦。哎呀，别取笑我。关上关市长太守旧了，要不然阿瑶跟文轩早就在一起了。哎，那是他们没魄力。你有魄力。走着瞧。阿瑶，阿瑶，阿瑶，阿瑶。
师傅。啊？看什么呢？啊？看什么呢？哦，星宿推命图。给我看看呗。以后再说吧，今天太晚了，把茶放在这儿，早点回去睡吧。小气。就知道你在骗我。这个女人好眼熟啊。